哎，程总，咱是那个今年几月份开始出售咱的巧克力啊？我第一次是大概六月中旬，六月中旬的，六月上中旬第一次啊。咱是那个，这是撒式的还是这个苗肥苗的？撒式，撒式的啊，全部撒。撒上之后再这个浇大水。啊，这个、对对。咱这一棵树呢，哈，用了几斤呢？巧克力？我这巧克力是一棵树用了大概三斤。三斤啊，还有配着三斤复合肥。配了三斤复合肥、啊。对，一棵树合六斤。哦。那这个使用巧克力之后啊，咱有什么看发现这个什么好的这个效果吗？效果肯定啊，这叶子你看了吗？这叶子有厚度，有亮度，亮度，你看啊，这果儿、啊、果儿的亮啊，你看这果，看着果，你这比较光好这个果子啊啊，你看这果子多漂亮！我看着那果子今年的个头呢非常大，啊、个头大，不是它甜度也很高，对，它使巧克力以后，它甜度增上去了，甜度果哎果子叶子可以变厚变亮啊，咱这果子呢，你吃的口感比。也就当不用巧克力的差太多，差太多。哎，这含糖量它得高四五个，高四五个呀、啊，你口感都不一样。啊，就是咱这今年的梨呢，具有一个好的品质。啊，对对对，品质就是表光好，啊对，糖分高。啊，再个今年这个梨的产量特别高，是吧？啊，产量肯定高、啊。看这个这梨的个头呢非常大，啊，果子个儿的大。主要是关键是它这个个头长得大，不是咱们个儿大，叶子也好，这个叶子好才能长个儿大呀。对对对，是吧？主要是再说什么，关键是。你不用巧克力的那时候去年我没用过，嗯，糖分达不到，糖分达不到，哎，它不如这用巧克力，它吃的口感特别越松，甜度高啊啊，说这是关键，这是关键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咱吴总的话以后还继续支持咱巧克力，哎，肯定，明年就大量使，大量用啊，今年做了，这个有大概有一吨多，一吨多，明年大批量用，我看咱这个梨园也非常大哈，咱有多少亩地啊？我们村1800亩，1800亩，光我这儿是大概有两百多亩，200多亩啊。明年大批的，我们明年准备就大量用咱的巧克力了。对对，我们这合作社，对，我在我们合作社是1800亩，到时候我就带动他们，让他们都得使，他们都看了，都参观，都看的都挺好、啊，明年一定有用。好，咱让我代表咱巧克力的公司呢，也感谢这个程总的对咱巧克力的支持、啊。谢谢巧克力啊，谢谢巧克力、啊。好，谢谢程总，好嘞，挺好。我今年用的咱们巧克力肥料是在第一次在6月15号，第二次应该在7月中上旬。我用巧克力的感觉是什么？它的叶子呗，浓绿厚有弹性，它高有亮度，它的梨呗，果面也光滑，最主要是它吃着口感有点松，含糖量相当高，比这去年不是巧克力呗，它四五个含糖量能高四五个，吃着特别好。在这个我们这个。是个专业合作社，我在让大家所有的我们合作社成员早已经把这梨早已经看过了，包括这个树势吧，包括咱们果子吧，包括品尝，到明年继续得要大批量用咱们巧克力，确实吧，效果不是一般的好。